everything I dreamt of it was true. I take your blessings with your heartaches too. Till you show your bloody face, getting to beat my tiny space. I'm just waiting for the strike, tear my insides in two. Reborn just like a phoenix, from ashes to the zenith. Wish I never existed, but how would have I done without you dancing like some twisted? All of us will not be gone. Oh yes, I'm scared.十号出来再吹哈，对，十二出来再吹哦。有，这是我这一次跟饭店要求的一个 special day 的蛋糕，很好说可以招待我们。其实我写卡片给你，可是我忘记给你。对啊，我偷偷去买的。耶，熊猫熊猫。今天是我们在 Westin 的最后一天了，然后整体来说真的很不错，很期待之后女儿出生可以带女儿来，还有我们在池畔一个下午，就是很舒服，很舒服。我们的房费是有付晚餐的，我们就在这边吃晚餐。晚餐之后，他们有一个池畔的 Happy Hour。Happy Hour 我觉得很特别，是。就很多父母他们就会带着小孩一起跳舞。对啊，慢慢来哈，再去下一个，应该已经干净了。是健身房的钥匙，就是你可以沾水，然后你可以就是感应门，然后你要去泳池的时候都是用这个。这边是玄关，这边是厕所。对，就是如果有客人来的话，他就可以用这一间厕所。可以把鞋脱在外面这边，他给了两种拖鞋，一种就是这种，这种就是可以到泳池穿的。它的智能感应消毒灯就是这个柜子，
它一打开长这样子，然后就把东西放进去，就开始消毒了，然后就把它盖起来，一次消毒大概两分钟。这个是我的营养品袋，营养品袋啊，然后面膜啊什么都在里面。再来，它的冰箱隐藏在这里。这边是外面的大厅，我觉得它有点可惜的是，它没有一个地方可让我化妆，就它没有一个梳妆台，所以我就把东西都放在这里了。我们住的房型是行政房，所以就是一个外面的客厅跟里面的房间。那我会觉得，如果我可以在里面化妆的话会更好，因为就是如果有人来的话，当然是保持干净是最好。那这是我们36座的气球，这个阳台啊。饭店它是整个环起来的，所以每个房间它都有阳台，可以看到这边泳池啊，然后那边是吃早餐的地方。那天气超好，床这边呢又有一个阳台，然后这个阳台也是，就是看出去是一样的地方。它的采光真的是超棒的，然后就在这边用电脑。再来，里面还有一台电视。就是你可以躺着看，浴室它这边感觉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这边它就是个隐藏衣柜。那我的包包就会放这边，这样子。这应该是今年度使用率最高的，因为上跟我都会用。这个草包真的是超喜欢的，应该是说每次如果有去泳池或者是海边的地方，我一定会想要带个这个草便包。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比较没有它那么度假，但是它就是有这种草编的元素。这些 Prada 包都还蛮实用的。然后另外一边呢，我就会放我的衣服啊，这一件就是我在泳池穿的，这两件是我们去看春夏的时候拿的两件，一件是这个外套，一件是这个衣服。结果这次真的太热了，这次大概快30度吧，根本就穿不下去，所以后来就没穿了吧。今天要穿这一件的，然后这件外套真的是也是有点厚，然后真的有点重，所以也没有穿到，还蛮可惜的。分享一下，这个是我现在怀孕36周还可以穿得下的衣服，比较多穿的洋装，因为现在肚子超大的，超大的。那我会觉得穿洋装会比较舒服，虽然我还是有孕妇穿的裤子，但是我还是觉得穿洋装是最舒服的，因为现在太热了，然后孕妇体温实在是太高了，所以就会觉得还是这样子比较舒服。然后这里是很像开放式的浴室，但是我要先给你们看，这个是可以关门的。然后它有一个是半开放的浴缸，还有淋浴间，我觉得淋浴间真的蛮舒服的，而且还可以坐着。重点，他们现在因为有提倡就是环保的关系，就是如果你不要用的毛巾，如果你就这样挂在上面的话，它就不会帮你收了，所以你就要把它放在地上或放在浴缸都可以。这样，然后跟他讲说这些毛巾是要洗的，一张像这样子的纸，像这样大小的纸，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如果你床单要换的话，你就把单子放在上面，就代表说你要换床单。好，我们现在要整理行李，然后 check out 吃早餐了。然后早餐很特别，到11:30，他11点 check out，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11点 check out 之后再去吃早餐。然后我们就去大溪老街咯。喂，拜拜，36周。
if you wander back again.香，对，一杯一百块的。这个是什么木头？这是小兰檀香，咱台湾的光台。如果说临时有事的话，哈，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FB 的粉丝专页，马上给你救。